狗熊比较讨厌，其他的还好。石头人比较讨厌，但石头人一般都被我办了，不会出现在我们对面。미니언들이 상성되었습니다. 모든 사람이 되게. 铁男现在是个屁，铁男已经不行了。粉丝为什么可以驾驶紫血魔音座驾荣耀登场？他是抽奖吗？还是办了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，咱俩看那粉丝，为啥你有坐骑呀？半夜12点了，那不刚刚开始吗？半夜十二点。快给我触发征服者，还回头，那这个闪现的意义在哪里？小炮，你下波是不死了吗？3、2、1准备死，闪现1A2八滴血。哦，那榜一榜二可以有坐骑。好的。可以有那个专属。我不可能让你走，啊，咱不可能让你走进去。今天你指定是走不了。我不可能让你回家。啊，我不可能让你回。完了。啊！可恶的哈子，偷袭是吧？没事啊。这波虽然我们死了，我们给的只是蛤子的一个人头，但是小炮血亏，小炮少了我们一级多。这个人，他们骂我。对啊，因为榜，因为日榜前三都有作家。好。然后我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就骂我。谁敢骂你？还说我是笨蛋。道歉。还有人说让我不要喊着东西说话，道歉。是不是现在要求越来越过分了？有点过分了，就是。等一下，快点道歉。干哈呀这？不用传呢，他俩还敢约我，我给他狠的，我都没上墙，他约不了，他约我，他俩不都死了吗？哎呀，这龟儿补的，哎，那俩不敢越我，抽他一下，真诱我。这小炮根本不行，没细节，并不是人人都是韩一波，知道吧？这个药水确实救你一命啊！哎，你不会以为我能让你吃兵吧？啊？你不会真的以为这波兵我能让你吃吧？你吃一个我看看。这小炮彻底炸裂。卡住他啊！不可能让他吃这波兵。蛤子呢？蛤子来我也这样，你蛤来不来这波咱也不能让他吃，必须不能让他吃，让他吃就是对我们的耻辱。两层塔皮加一大波兵，该回嘎了，下路解爆了。
神之泪。这小炮压了他一级多，虽然没多少个兵，你看上去我们才五个兵，但是有一级多的经验。你给我一的，漂亮。你说你们要去下喇叭就去下喇叭，你还偏得要来野我了，你说我一六级猴，你野我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不好好的跑去下喇叭打架，非得要跑过来野我。真是的。这个针眼儿咱就不卖了吧，卖了能给多少钱呢？不合适，不买。一会儿针眼儿被拆了再放一个。蛤蟆太狂了，确实狂。野谁不好，野我们。我是你能野得起的人吗？我压着小炮多少级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这E给你放的。一 A 八八六两个扣，你往哪走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要给我锤飞？这也没多远啊，这大锤不行啊。我再放一个，死不能给他吃，我们先给他吃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才杀了一个人，但是我们优势已经特别大了。我八级，他六级，我应该是全场等级最高的。啊，兰博是最高的。那兰博也确实，兰博优势也大。猴打的小炮其实可难打了，他不会玩。难打的要死，俩技能全能给我打。你想来越塔呀？哎呦我天哪，反应倒挺快。这卡特能上吗，大哥？
这不行就算了吧，这兰博又大波扣了，咱们快跑啊，这兰博俺们可惹不起。那蛤蟆没死呢，一会儿蛤蟆来了我们可能要完。打吧，三项先出来，装备不错，11分钟三项女神泪，他主要就是跑得太快，有点追不上。390移速，我们345，他再吃个药，他400多，压我们快100点移速。小炮上一波把传送用了，这波就是队友的问题了啊，这波要是打不赢那就是队友的问题了，跟我们没啥关系。我要杀你了，小炮！这个东西就很烦，你知道吗？9秒、8秒、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。他有骸骨还不行，他有骸骨还不好杀，10秒钟能吃几层？一层吧。再给我1秒钟就好了，没给。再给我1秒钟，可以不可以？2秒也没关系，我依然可以拆塔皮。来一个布甲骸。下路干一波，这老些人呢？那刘哥干哈去了？刘哥，我来一趟就只能拆个眼吗？兄弟们，有点过分了，这来一趟就只让我拆个眼，着急了呀！再别着急，再稍微等一下，再打起来就好了。没打起来，都跑了。咋回去？可以上，我到了，来吃，勾着也不敢上，没关系 ，OK。
中路塔也没了，玩可烦了 ，W 技能可恶心了。不过 CD 比较长，看来是不行了，不让回呀、啊！我马上到啊！这边小龙团，这把装备不算太好，一般般吧，没杀多少个人。蟹手都没做出来，差一千。十七分钟要能蟹手三项就狠了，但是不算特别的狠，一般狠吧，也叫中等狠。哎，不是，这牛头被他给卖了呀？那蜘蛛咋不咬呢？咬那哈子，你是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直接开龙，先把那蛤蟆给我杀了 ADC。 哎呦我兄弟们，全是一身血呀，全是啊，全是一身血，全是，全是啊，八个一身血，全跑了。哎呀，打龙吧，家伙！不是我闪现拿双杀，我没技能啊，咋整啊？这卡特这都没收割，属实是有点闹心呢、啊。不过龙是我们家的，还行吧。把这打了，没事，资源都是我们的。20秒打得掉，你只要快点打，一定是能打得掉的。峡谷先锋下不了班儿。哎我靠！集合的这么慢。不完了吗？这大龙要没了。牛头有大，我感觉你们都要死啊！这不都给你们收了吗？这还敢打龙？哎呦我天哪！立功兄弟们，我们打呀，我们这蜘蛛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
算了，打不了了。哎，这回可以打！打打打打打！我把跳弹打了，先把这蓝波给我宰了。这死死吧，大龙拿了就行了。我收集者了。给我转起来，漂亮，收，可以。你把旁边的眼拆了行吗？什么眼啊？哪个眼啊？你说这里的眼啊？那里的眼拆不拆无所谓，没视野。没事，他不懂，不懂很正常，不懂我可以告诉他，我可以教他呀。漂亮，小龙。哎，刚我看的哪里有针眼啊？这里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看看兰博什么装备啊？先把塔拔了，先拔塔。那牛头是闪现上来的呀，好像不是海克斯闪现上来的呀。小龙，三条龙了。谢谢凌晨开始站岗，谢谢布纳头，谢谢布纳头啊。走位，这很有可能里边有埋伏。谢谢布纳托的43个星空卡，明天我们整个双倍钻石卡，行不行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我带假猴给你庆祝一下。投降了。晋级赛啊！啊，晋级赛啊！这回晋级赛了。